子欣身材非常的高挑哦，看脸以为是一个可爱的萝莉，想不到这么的高挑。来，再帮我向前一点。哎，好，过头过头，再后退一点，你腿太长，有点拍不下。哇，美背露出。接下来要欢迎登场的 model 是谢夏天，哇！我们的无名女神是吧？有在 follow 她的朋友，哇，今天真的机会非常难得哦，可以看到本人呢。好，来，再帮我向前，好，帮我看一下中间大哥的镜头哦。哎，再后退一点点，再后退一点点，再后退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 ，OK。好，身材非常的高挑呢，本人跟照片几乎没有差距，皮肤非常的白皙。好，帮我看一下右边镜头。好，再帮我看向左边镜头。好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欢迎登场的 model 是子子。哇，我们子子今天是火辣的 OL 呢，性感冷艳，让人好想给她踩一脚。好，再帮我向前一点。好，帮我看向中间大哥的镜头。哇，那高跟鞋的鞋跟又细又高，是不是让你有点兴奋起来了呢？好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登场的 model 是李儿。啊，中间蓝色的点 ，OK。哇，我们李儿本人也是非常非常瘦呢。相信在场有些人应该看过他的作品了。哇，那今天难得可以看到本人，一定要赶快给他捕捉起来。好，再帮我向前。哇，这个黑丝真的有在厉害哦，不知道等一下会有怎么样的互动呢。好，那接下来要登场的模特是我们的李菲儿。哇哇哇哇，前阵子才刚比完健身比赛的李菲儿，身材非常的傲人，拥有不科学的巨奶 AKA 信义三头犬。好，今天有来我们这边立摊位的朋友真的是有福了。来，帮我看一下中间的镜头。好，再帮我看一下右边镜头。好，再帮我看一下左边镜头。裙子非常厉害哦，若隐又若现，暗黑郭书瑶。好，再帮我向前。好，帮我看一下前方大哥的镜头。上面也有非常多高质感高质量的作品，也欢迎大家去收集起来。好，帮我看一下右边镜头，右边女孩子左右不分蛮正常的，但这就是她们可爱的地方。来，帮我看一下左边镜头。哇，清纯的肉包。
那前阵子呢，他也推出了第一本实体写真，也欢迎大家去支持他。好，那接下来要欢迎登场的是堂主。哇哦，看他右手的刺青就知道为什么他叫堂主了吧。好，来帮我看向中间大概的镜头。哇，堂主非常的瘦啊，希望他可以多吃一点。大家一定要多抖内他，让他去吃饭哦。